刚走出去，大家对我讲话都变客气。阿妮提，突然之间变很温暖。我还是像平常一样啊，然后我一个人吵，哪有吵？都要最帅瘦型人五虎将来了，王世贤、曹佑宁光头造型大曝光，五虎将来了，来势汹汹，相控哈改不超斗志的五虎将就在现场了。五位大师演员新剧开镜前光鲜亮丽，如今在现身，个个身穿囚服，顶着平头。他们将饰演1950年代的政治犯，谈到去绿岛极阴之地燕子洞拍摄时发生的超毛故事。去燕子洞的有谁啊？三个比较点不小，有看到很多，看到一些吓一跳，就跟我说跟你们。哎，是不是有人吃炸鸡？然后应该是动物的尸骨。哦，动物。就是我在那边笑场，我在那边拍的时候第一次笑，说明跟那个没有关系。而这边有灵异体质的黄河也说话了，因为也离开绿岛了嘛，然后其实他们也没有，而且小曹这么勇健，不会有问题的，而且剧组人那么多，大家都。阳气很旺盛，哇！阿雷，我看真的很大的，然后军官还往里面开开枪，所以我们是在水里面真的是很极限，是真的生死交关，因为我们要起来的时候很多都没气，我们都是两个人靠一起。我哈，逆水的话你也会跟着你。对啊，我蛮倒霉，因为我刚刚买在下面，一下去就这样。因为世贤哥之前是那个救生员。对，告诉你该怎么游，但完全办不到，浪尴尬。尴尬是那个机器人，救生员就是先把人打昏，要不然就拿棍子啊，看到旁边有什么器具，不会撒法的，是冲就下去。有因为拍这部戏，所以保险可能在加倍的。谈到拍戏，曹佑宁将在25号和杨千霈搭档担任金马红毯典礼主持人。那小曹准备好了吗？就是边拍边准备，然后杀伤力金马。你有请教一些身边的朋友吗？就是上一次。哦，对。吴念轩去年同样也和杨千霈搭档主持红毯，不过发生一点小小 trouble。大飞哥你好，没拍过我的电影，还大飞耶。那有没有建议他不要去在意网友的？评论，你那时候有被讲吗？有啊，但是我都没有看的。像我刚刚分享，那时候要开始飙车之前，我是已经快哭了，然后到全身都是汗。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压力大到可以让自己快哭，但那时候林萱姐就说，反正我就冲了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完成了这些。而且你说你正式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哭。犯人，然后变主持人，跟着人变主持人。我是逃狱去当警察。是是是。